接下来和大家见面的呢，就是今天的主角了。朋友们，准备好您的掌声，有请曹云金、刘云天。哎呀，大气球，嚯、啊！这是我还哑吗？这个都挡上了。谢谢谢谢，放飞活动。刘老师生日快乐！刘老师前些日子过生日，这我给他挪挪行吗？这，对，都挡上了，都看不见了。行，您挪挪吧。给您换一场，这场该我说了。你看我往这一站，嗯，有送花的，多好，还送礼，嗯，啊，送礼，每天来，我一上来，刚才那姑娘，嗯，每天每回每礼拜，我一来她就送花，嗯，也不愿意往台上一放，默默无闻，往这一放，我特别有一种她在给我扫墓的感觉，是吧？往这一放。默默的鞠一躬就走了，哎、哦，还真像，对，特别踏实，踏实，对，感谢啊，嗯，你看每回来都送我茶叶，哦，啊，我现在这茶叶根本都快喝不完了，哟，你看我这一上来，这是一看这就不常来的，是吧？怎么看？这小帅哥不常来，我一上来你看把手机掏出来照相，你看到、嗯哦，拿手机照相呢都不是常来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拍我了？等一下，照一下。我，哎呀哈哈！哎，还有哪儿？不要，不要。这儿。对。哪儿？我下去溜达一圈怎么样？哦。你敢上来吗？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哎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哟、哦，你上来啊！上来！上来！无聊。这游戏啊，玩了快20年了都。这挺有意思的。这不知道有什么大劲，让我下去，你看什么？看傻子是吧？看什么叫看傻子呀？我下去转一圈，他一人在这待着，这等于诈骗。你要下去转一圈，我就站这敲锣。我告诉你，您说我下去，您看什么呀？您看他，您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，肯定不知道。我就喜欢你的耿直。什么叫耿直啊？不知道就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。那您还是您耿直。到时候您找谁，大哥？你怎么跟我还穿情侣装啊？谁跟你穿情侣装了？我不认识你呀、啊！这位观众怎么上台了啊？这是我们工作服。嗯，人都不认识你。哦，也有保不齐不认识我的。你看，嚯，还自拍呢，够会玩的。拍一个。是，来，拍，你拍你的。对。你看，这都会玩。哦。头一排的自拍上了。啊，你保不齐，你看有头一回来的，我拿眼就这么一扫啊，嗯，今天熟观众不多，是吗？有没有头一回进剧场听相声？我看有多少，举手试。嚯，全都是头一回是吗？巧了，我也头一回。咱们初次啊，幸会啊，幸会啊！哎哎，咱们一会儿站起来都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，好吧？不是，那干嘛呀？您这成联谊会了吗？不，头一回来，有保不齐也不知道我是谁啊。哦、不认识啊，认识我是谁是、啊、吧？有不认识的，肯定有。有你肯定有，有没有不认识的？有不认识没关系，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。嗯、哎嗨，怎么跟要打架似的？头一回来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小剧场开在商场里边。啊，这倒是。好多有的观众不是为了看演出，就逛商场就发现，哎，这那这么多人呢，干嘛呢？门口老有人问。好奇。哎，嗯，这么多人。干什么了你们？我们工作人员赶紧给解释，我们这说相声的。嗯。哦。谁？谁？嗯。曹云金、刘云天。嗯。哦。
是真人说吗？可不真人说吗？组织200人，嗯，跟这放录像。那你们干吧，对不对？再者说了，那肯定不是我活着的时候，那是我死了以后啊，组织200人在追悼我的艺术。哦，那就不能你组织了，到时候就得我组织，大家伙来追悼你的艺术，然后我呢给你念个悼词什么的。你组织啊？我死的时候我都给你上了45年的坟了，知道吗？看大伙多烦，你看啊，我一说到你给你上了45年的坟，大伙都鼓掌，你看见了？那你可够孝顺的，45年。干什么？哪头的？我算看明白你们这帮人了，花钱不多，找乐不少啊，哪边有包袱就往哪边跑啊。刚才还跟我一头的呢。45年。哎，你看我这简单一介绍，您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。头一回来没关系，嗯，以后这玩意上瘾。是吗？真的。哦，可看我，看我绝对上瘾。看您还上瘾呢？那当然，好看，花钱不多，找乐不少。哎，小玩意儿可逗了，知道吗？我们看玩意儿，哎，这倒是。清凉解暑小宝贝儿，谁吃谁得劲儿。哎呦我去！怎么你让人吃过这怎么着啊？人这都什么语言呢？这一套一套。说这意思，买个冰送个棍儿，一口一个大牙印儿，好玩极了。我听这聊冰棍儿去了。哎，喜欢。哦。希望您以后常来。那有的人好这个，有人不好这个，那就保不齐了。他每个人好的东西不一样，哎，看个人喜欢。你包括每天来的这观众，心情也不一样，是吗？这有的有可能是因为心情好来的，高兴；也有可能有的是因为心情不好而来的。那不好也来呀？那当然。你比如说心情好的啊，这两口子刚结婚啊，1年多生一大胖小子，哼，哎呦这大胖小子，嗯嗯，8斤半啊，大胖小子，哎，嚯，高兴，这好事，出来，嗯，哎，玩玩，你看，哎呦，走到门口一看节目那儿，哎呦，嗯。曹云金，曹老师在这儿说相声呢。别乐，哎，别，听相声不让乐，你这玩意儿都新鲜了。来，嗯，买张票看看他老人家。哦，嗯，不乐就该起哄了。这心情好来的。哦，那保不齐也有心情不好的，不好也来呀。八辈单传，嗯，到他这儿生一小姑娘。其实无所谓，现在这社会，你是男孩女孩是你的就行，知道吗？关注点变了，就是，嗯，都不重要了，生男生女都一样。但是这家人特别封建，哎，尤其是家里边那个父母封建，嗯，就必须是小男孩。嗯嗯，这丈夫他心里别扭，他家里出来了，溜溜达达走到门口，一看节目单，嗯，叹了口气，哎，反正也没儿子了，看看刘云天吧。哎，去，拿我解闷儿来了是吧？哦，他喜欢的他不一样，你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是是是，他每个人观众来的心情不一样，哦，是不是？是是，对吧？嗯，而且也有好这个，也有不好这个，也有是因为朋友带来的。哦，那朋友说我买票请你听相声，嗯，你看这商场里人多了吗？人多，他不见得都喜欢听相声。那我觉得还，哎，俩人在那儿叨了叨叨了叨，嘴也不闲着，说什么没劲。不好这，我敢说这屋里边都是喜欢的，那要不然也不来嘛。不喜欢不可能进来呀，对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敢这么说，嗯，北京城懂相声的观众今天都在这屋里坐着。你看，这种相互捧着是不是特别啊？您还知道啊？得劲儿。哎呀，你这样，你这舒服呀，是不是？你不要咱们相方，咱不要成为敌人，知道吗？观众和演员，咱们要相互这样捧着，多好。倒是显热闹。我说相声不可乐都没关系，就可劲儿鼓掌，你就喊着我，我就特别高兴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你这玩意儿倒脸皮倒真厚。现在这真的，我们这剧场里边，你看这起板坐满，嗯，好几百位来支持我们工作，高兴。是，说明您好这个。嗯，我们那时候演相声都没人看。你要说。15年前，20年前说相声，那真没人看。惨淡经营。散淡？什么散淡？惨淡经营。哦，散淡打死你！
什么玩还玩上魂斗楼了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，什么玩意儿的？那时候惨淡，嘴跟棉裤似的，都听不清你说什么。你低了点耳朵。来，对着话筒说，散淡怎么着？惨淡经营，确实没人看。嗯，台底经常一个观众俩观众。哟，来俩观众还，我们那时候卖票便宜。嗯，10块钱一张票。那不贵。站门口。嗯，打快板，叫人进来看。招揽生意。你进来呀，快进来呀。嚯！啊，让人听相声。我说，哎，不去。怕学坏，怕学坏。说我妈不让走邪道。对，那是聪明人的。这是说话温和的，还有损的呢。就你们这几块料，还得让我们进去，不进去，不看。门口你看，10块钱一张票，没人看。酸梅汤15一杯。还没酸梅汤值钱呢。是。台底那时候没有分票价票段。哦。什么这几百八没有，10块钱一张票，随便坐，愿意坐哪坐哪。随便，好不容易进来俩人，那角坐一个，那角坐一个。少磊，您过来，您上这儿来就。你想，那俩角坐俩人，俩人还算好演的。嗯，俩人是我们演出的最低标准。哦，底线。这是我们的底线。嗯。真的，一个人真的没法演。一个人演过，台上俩，台底一个。但是我告诉你，那个时候的观众都特别老实，什么没有一个敢搭茬的。为什么呀？上台就告他了。说什么呀？好好听啊啊！后台比你人多啊！哎嗨，欺负人嘛！关上门你走不了，知道吗？行了行，锁门啊！没那规矩，观众都特客气哦。啊，一观众你怎么演？台上俩人，台底一个，给人演呗啊！斗地主仨人。那可就不是10块钱票价。你倒真出主意。他们再把我大褂给赢走怎么办？台底他演着演着呢，台上这俩人正说着呢，他保不齐他有事儿啊，这电话响了。台底这他接电话，那时候也不是智能手机，嗯，没有什么抖音啊、微信这那。喂，台上这俩人一看他接电话，就一个观众，他接电话你给谁演呢？停了，等着。就愣等，你知道那种尴尬吗？让观众不好意思了。喂，先一会儿再说吧，我这听相声了。废话，没事儿，他们俩停了等着我呢。不是，我能骗你什么呀，亲爱的，我怎么？行，一会儿再说吧，这真的特尴尬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是别扭。你想，后来单身男的没有敢上我们这儿听相声的，屋里没动静，不好交代。后来我们总结，最少得俩人。哎，俩人也不好演。好你这个200多人，哎，嗯，抖一包袱，一半乐一半不乐，这屋里动静挺大了。啊，也挺热闹。你就俩人，他是俩人，嗯，我们俩还有话筒，那俩还没话筒。就俩人都乐，能有多大动静？对不对？这倒是。而且吧，那俩人一块来的还好，就怕俩人不认识。哦，碰上俩曲艺爱好者，特别支持传统相声，扒往那一坐，俩人不认识，杠上了。这杠什么呀？我抖一包袱，他想乐。嗯。旁边那不乐。这一回两回行啊。嗯。3回4回他就。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我笑点低是吗？我乐你不乐是吗？抖一包啊，他本来想乐。别吭哧了。一会儿你抖一个，他想乐，他不乐，他跟他杠上了，他也跟他杠上了。你们俩较劲，我们受得了吗？这个？太难受了，您说太难了，嗯，太难了，不好干，是不好演也，确实不好演，嗯。就是说什么呢？希望您没事的时候，周六日，包括平常晚上有演出，是上我们这儿支持一下我们工作。对，别就俩人，听听相声，对，听听相声，嗯，挺逗的，啊，挺好玩，解闷儿，花钱不多，找乐不少，嗯，小玩意儿多逗啊，是，一对儿一对儿的上来，你看，嗯，
除了北京动物园和我们这儿没有这样的，你看，没有这么比的，真的。你到哪个馆都没有这些玩意儿新鲜。啊，这倒是新奇馆。一个一个长得都奇形怪状的。嗯。包括观众也是，喜欢的演员也不一样。哦。有喜欢的胖子刘连喜的。有。哎，也有喜欢李连杰的。是。啊，也有喜欢的李明刚的那双簧的。嗯。大部分都是喜欢我的啊。谁喜欢刘云天？就你一个人，你不觉得突兀吗？爱吃肥的大哥。什么叫爱吃肥的？怎么着，大嫂子，您觉得？这，谁是大嫂子？喜欢这个，您喜欢这样的？你看啊，这是怎么长出来的人？我都纳闷了。那怎么长？好多观众有的喜欢刘云天，嗯，这每个人好的不一样。为什么呢？觉得刘老师随和，刘老师就是大大咧咧、随性这人，真的。我们刚才后台带着刘老师，胸口衣服都湿了，就进来了。我说：“你看，这衣服湿的没干，你就穿上了。”刘老师还不是没干就穿上了，我刚弄湿的。我说：“你怎么弄的？”嗯，嗨，我这喝水忘张嘴了。傻小子嘛，这不大大咧咧，这不是你这人啊，大大咧咧。行，这不是大大咧咧，弱智嘛，这不。对，还是你更了解你自己。谁了解？你别瞎，不是压根儿没怎么。我这人就有时就找不到那么一个形容词了。您没有形容、哎。还是你。行，您太把你的性格就说的那么。这跟性格没关系。你诠释的就那么可爱。真的，这是可爱吗？这太可爱了。您那甭瞎说。你看我这刚才一说啊、嗯，每个观众他喜欢的演员不一样。哦，类型不同。你有喜欢我这样的，有不喜欢的。嗯啊，这就是每个人好的不一样。哎，咱就说表演风格，像我，您怎么了？相声演员四种表演风格，哪四种啊？帅、卖、怪、坏，这是台风。我占两样，哪两样？嗯，帅、卖、怪、坏。提问，我占哪样？坏。我就占一坏啊！我再说一遍，我占两样。怪，哪怪？你看哪怪了？长得怪，长猴精猴精，我人才刚到猴精，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。哎，行，你长得八戒精八戒精的，什么叫八戒精八戒精？我帅卖怪坏，我占了两个字。哦，帅，坏，怎么你轰驴来了？这是。我提醒一遍啊，起哄没事儿、嗯，是一，不是鱼。好，好，这好，这还真有奇。你要敢说，我就敢再跑一圈。哎、啊，这有骑过的，您看。驾，你跑一圈。我跑一圈干嘛？我再摔着我。鱼。是义不是鱼，我占了两个字，帅和坏。刘老师，等，咱一点默契都没有，重来啊！我再来一遍、啊，这得需要培训。我占了两个字，一个是帅，一，谁也逮不着，糟了！我给他气坏了。我再来一遍啊！过去了，懂吗？等我说完，我占了两个字，帅和坏的时候，再咦，你看，哎呦，真的，我这队伍不好带呀、啊，我跟你说，有组织无纪律，可逗死我。我占了两个字，哪两个字？帅和坏。行，这就算成功了，是吧？真不容易。同时，刘老师也占了两个字，我呢？恶心。哎，对，这跟那四个字没关系，知道吗？什么人？您甭净瞎说。你看，有的就喜欢我这种表演风格，有的就不喜欢。嗯，哎，每个人他好的东西不一样。是。我总结啊，嗯，把爱好我分为四大类。哪四大类？今天我跟大伙儿聊一聊。嗯。咱们主要的，咱们中国人有的四大类爱好。您说说。酒、色、财、气。哦，这么四样。这四样可厉害了。是吗？哎，有这么句诗说得好，
怎么说？千万不能过。嗯，你要过了就麻烦。这诗当初就这么形容的。是吗？酒是穿肠毒药，骰是刮骨钢刀。骰怎么了？多音字儿。这儿干嘛呀？字字。酒是穿肠毒药。嗯。骰是刮骨钢刀，就是色。嗯，骰是刮骨啊，骰不是骰，是骰是刮骨。骰你别傻。 Don't be be I'm going you are going to do 你能翻译成中文说一遍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英文很强的，知道吗？你这是英文吗？您这啊，您说骰是刮骨钢刀，财是下山猛虎，气是无烟火炮，四字并在一处，不差半点分毫。劝君莫贪最为高，胜似修仙得道。您这玩意儿忒恐怖。但是您看啊，只能说啊，就是这刚才这首诗就是形容这四样，过分了就麻烦，就说它不好的。但是，这只是诗里这么说，生活当中不能这么说。生活中你平常街上见面都这样，二哥，嗯，下个月我结婚娶媳妇儿，请您喝酒，都得这么说。是啊，你不能按照诗里说。二哥，嗯，下个月我娶一刮骨钢刀，请您喝穿肠毒药。哎呦嚯，兄弟玩去。这俩人肯定得打起来。听着倒真和谐，您这玩是不是？是不能这么形容，他不能这么说。哦，他每个人好的东西不一样，但是我刚才总结的四大类是酒色财气，这么四样。刘老师跟不在这，他好的不在这四样里边。我怎么不在这？刘老师就好吃，你看得出来 ？You look you one day day， 啊 ，just only eat eat eat。不不，您这 ，You look you， 你看你 one day day 一天天的。扎死！你看这扎死！我自己都想乐 ，eat 就是吃吃吃，爱吃。这都什么玩意儿？您这是？我也不爱听他说话嘛，就是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？你看，你看，不爱听。家长不乐意了是吧？家长不乐意了。谁家长？没跟我说伯父来了呀？什么？是那是伯父吗？伯父。舅舅啊，舅舅，谁舅舅？就胡闹。他俩好吃，但是我总结四大类：酒色财气。听明白我刚才说那个？那明白是明白。就这个绝对不能过分。不是，您说那东西没有那么邪乎。您说这东西，我们照样能反驳，您知道吗？我们还有四句话说得好。嚯，今儿你有话说了？那当然了。刘云天平常没话在边上。没一般就最多了仨字儿，去你的吧。哦不，四个字儿，去你的。哎，去你的吧，四个字儿。对，就四个。哎，对，这就叫牙牙学语，挺好。哎，我说呀，都等着你了，这四句怎么你们？我等孩子呢。说咱说酒啊，尊重家长就是，这叫什么？无酒不成宴席，无色路上人稀，无财谁肯早起，无气反被人欺。懂这四句话？他告诉你了，不懂。你倒会翻译是吧？不是，我说您这说完了，您给解释解释，解释解释。咱先说这个头一句啊，头一句是这个。无酒不成宴席，咱就说啊，咱们平时赶上周末，这哥们儿一块儿姐们儿的聚聚会，什么胳膊在一块聚会？什么胳膊在一块？哥们儿，您那嘴说清楚点行吗？哥们儿姐们儿啊，一块儿聚会什么的，坐一块儿得吃吃喝喝吧，他得吃饭吧，不能说这哥几个坐一块儿，一人一碗炸酱面，扑噜扑噜吃完扭身走了，这不叫聚会，这就叫吃饭。真正的聚会您得吃着，有小酒喝着，聊着，这才叫聚会啊，这才叫宴席呢，懂吗？得有这热闹劲儿，这就叫无酒不成宴席，得有这酒。
知道吗？哎呦，哎呀呦，这长大了能捧哏，懂了吗？嗯，这酒，然后呢，咱就该说这个，说到色了，还忘词了，你这玩意儿。我解释一下啊，刘老师，哎呀呦，哎呀，刘老师啊，到什么程度？刘老师说相声从来没词儿，他不是忘词儿了，哎，对，他二，你明白吗？什么？他是什么呢？嗯，他必须得从头一句倒，单独说第二句、第三句、第四句不行，都得是无色路上人稀，你明白吗？得默念一下，懂吗？你见过这种人吗？你身边肯定有这种人。他要说第三句的时候，还得从头来。无酒不成宴席，无色路上人，无色路上人稀。咱们说完了，咱们说这第三句。无才谁肯早起？他就是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这叫捣乱。刘老师，您应该说第三句了。哎，第三句不什么？第三，第二句还没。第二句是什么呢？第二句是无酒不成，无色路上人稀。看见了吗？这种智商只能捧哏，这跟智商没关系，就说到重点了，这就这个无色路上呀呀哟，不是人家孩子就是调有点不准，人调准点就是哎呀哟，哎呀哟。